稍微进到比较复杂，但是我觉得这题也没有什么复杂，比较复杂的是刚刚的分数的题目，分数的题目对小朋友来讲会比较痛苦一点。这里叫做分配率，三加上九 x 后面照抄，刚开始都是整理啊，4x 减掉24，再减掉23。再整理一下好了，三加上9x，如果说你的计算速度够快的话，其实这个地方就已经可以先做一个整合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移了，到底是要移4x 还是要移9x？啊，移小的，移小的。正数、负数都一样，要移小的。这里是正四，这里是正九，所以我们把这个4x 移到左边。好，9x 减掉 4x 大于等于负的47减3，所以 5x 会大于等于负的50。好，同除以5。负50除以5，这里会等于负50，因此这里的答案是 x 大于等于负10，好简单，对不对？不难，对不对？